呢，真正达到冰洋律师这种质感啊。这里差一点啊，这里发黑了，这里看到没有？所以有些人色料不会看，那只是看着表面啊，直观的看起来很绿，哎呦，这个是洋绿，我告诉你，那些都是糯种。只要是达到这种质感呢，才是倒冰的，知道吧？然后颜色，它不是说是啊，看起来直观那么绿的。但是你这种啊，做成成品切薄了，一抛光，它就是洋绿，它的色就放出来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它冰透的东西啊，它把光线往进吸了，你看起来就有点发黑了，然后色的叠加效应啊。肯定就不一样了，所以啊，看毛料啊、色料，一般人看不懂，确实的。啊，这种是这样的，啊，都不用打灯了。当然，我们一会儿打灯看一下啊。啊，太阳光底下，这种质感，这种质感才是冰啊！没有达到这个质感，那不是冰。我跟你说啊，特别是这个这些啊，这样的质感有点发黑啊，绿黑绿黑的，知道吧？然后你打灯又是洋绿的，这样的东西才是冰洋绿啊，要不然就不是冰洋绿。那、啊、这块石头啊，这个界面这里有一大颗，都可以看到了，没有裂啊。那、啊、还有这里一颗，是不是、啊？实际上这个可以堵好多颗，它有这么厚的，对不对？那些界面只有几毫米啊，四毫米、六毫米这样一个饱满度，对不对？看这些，那、啊、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种比这里的种要好一两个档次，是不是、啊？那、啊、这里颜色。绿黑绿黑的，这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有货头货尾，这些地方就是货头，这些是货尾，你知道吗？整块石头就是这么小，它的种水也不一致的，它也分货头货尾的。所以啊，天然的啊东西它就是这样，没有哪块石头整块石头啊完全一致的种水，那样子石头是不存在的，你知道吧？除非是假的。除非是假货、假石头，对不对？人工制造的，如果是天然的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天然形成，它肯定是啊、有些地方好，有些地方不好，啊，你是一条手镯或者是一个大牌做出来，它每个角落你去真正的去看一下，啊，它的种水有点不同的，啊，有点不同，这才是天然的东西，知道吧？好了，我们自然光就欣赏在这里啊，喜欢这块的真的都可以秒啊，这块确实不错，杠杠的货，正儿八经杠杠的货，漂亮啊，超漂亮。好，我们来打灯看一下啊，这个灯光离这个石头有10公分以上了，那再远一点，20公分也没问题，看到没有？啊，20公分远。所以啊，什么是冰洋绿啊？当然，冰洋绿有水头短的，啊，像这个呢就是满水的，整个啊这么远通透，看到没有？如果你放近了啊，这个荧光太强了，荧光刺眼，有没有发现？很刺眼。你挨近，咔，你看，这荧光，啊，没到冰的东西啊，可荧光没有这么强，根本就不用压。我如果压灯了，大家都看不清了。这种你挨近一点，整个荧光泛出来的，那、
因为总好啊，刀兵的东西就是好，这是不是？那放近一点，嗯，这个界面啊都可以取了，这个界面都很大，这个界面，这个界面，对不对？这个更大了啊，这个界面更大了。那一个完美的，要不了，要不要小六位数啊？妥妥的小六位数，而且还不止说是一个，对不对？还可以读好多个的，啊，这边厚度有这么厚的，你一个界面不可能有这么厚吧？啊，不需要的，一个界面大概6毫米就够了，就这么点就够了。所以这一块啊，可以读好多个界面，啊，看取件的情况吧，啊，要慢慢取，把皮取啊，扒掉啊，然后慢慢取，慢慢盘。然后这个啊，像这样的料，利用率非常的高。为什么？你看整个都满色了，它就是有裂的部分啊，搞一点下来，对不对？边角料，它都可以做耳钉，是不是？你要说是拿一般的料，那些一点点大啊，绿豆那么大，有用吗？没有用，都要扔掉。但是这样的料子啊，它就是绿豆那么大，一点边角料都很值钱，你都可以做耳钉，是不是？所以好料它的利用率高，那吧，所以价值是这么算的，整块石头啊能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，它是这么算的。它不是说是啊这块料有多大哦，有多大，很大一块哦，一大片已经变种了，然后取出来那么一丁点，你说它的价值有多少，对不对？你看起来那么大啊，所以啊有些人玩石头啊就不懂这个道理啊。这种这一块小石头，我跟你说它的利用率可以达到80%啊，所以它的价值就高，知道吗？所以啊石头这个东西，翡翠啊原始不在于大价值啊，它在于品质，还得在于它整个出货率，对不对？利用率，你得算这个账的。好了，欣赏在这里啊，这个荧光太强了，看时间长了，这个眼睛都发绿了。啊，好东西啊，好东西，喜欢联系我啊。然后，新的确有，点一下订阅和小铃铛啊，有空给大家直播啊，可以加我的微信啊。可以交流，不买货也可以交流嘛，哦，没关系的，不懂的可以过来问我。就说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